大家好，这里是墨迹。今天呢，我们要回来玩纷乱的八个回合。那我们上一次呢，就是上次到哪里？就是小光他就是获得了小光的信任，我们就互相打开了信任的卡片。那我们就得到了现在金钱量为300，我们就直接从下一个关卡开始。第四回合，现在你的金钱量为300。我走进一间白色的房间。已经有个男人坐在这里了，我一走进来，他就站了起来，真的很有礼貌。你好，初次见面。男人向我伸手，一个握手的样子，手心微倾向天。他的举手投足都有一种，看吧，我是多么善良的人的感觉。我跟他握手，他在我握手的时候，搂着我的肩膀，好恶心。这个男人大约30至40岁吧，太难猜年龄了，接近赌鬼大叔的年龄吧。不过外线的西装看起来不像，所以我只能说是30至40。他的动作显然就是应酬我的意思。坐吧，男人微笑的示意叫我坐下，真是爱主导的男人。我坐下，看着桌面上的两张卡片，很整齐的放在桌面。这个人要是说他值得信任的话，他的礼貌和给人的感觉实在是太值得信任了。他去应征的话，他的肢体语言的确很值得加分。他的外表令我想起这个游戏的一些道理，要赢的话，只要不断地引诱别人信任不就可以了。所以我要做到一种，看吧，我在跟你建立信任的动作。信任的话，要么加钱，要么扣钱。背叛呢，要么加钱，要么大家不增不减。可是信任和背叛增加的金钱是一样，这令信任的成本大增吧。对环境越不信任，越容易选择背叛。然而若然全部的人都选择背叛的时候，就不会有社会上财富的增长。之前的那间房，我的左手面是信任，右手是背叛，我想这间房也是吧。待我决定好之后再偷看一下。不，两张卡片放在桌面放得太整齐了，有点不对劲。不过要是现在偷看的话，一定会被对方发现的。而且这家伙好像很小心眼，很容易的就被他认为我不信任他之类的。你好，你叫我舅吗？就可以了。男人时常张开双手。你是一名学生吧？今年几岁了？17岁。怎么我要诚实的回答他啊？好，换我问问题了。你的职业是？看你应该有很多应酬吧。好难选哦。先选这个好了。先老实一点。问问你的职业是？我直接问他的职业，总觉得了解职业对认识一个人有帮助。我现在可以说是失业，或者是叫无业吧。男人有点苍凉的回答，是我问错问题了吗？你看起来不像失业的人。老实说，我对华人群的名字没什么好感，尤其是这种随便在街上大叫就会有数百计的人回望的样子，太普通了。这个名字就像有意淡化了自己独特性，随便找个普通的名字套在自己的身上一样。像我叫小线，多特别的名字啊。是吗？那也没办法，在这里很难找工作。我感觉这个人一定是很专业的人，正因为太专业了，行业流动性不高，想转职也很困难吧。我应不应该再问下去呢？你有很多应酬吧？我这样问他，因为他的动作形式很形式化，比如说见到人要握手等等。我又不是客人，又不着这样做。是的，毕竟是工作人物，要对自己的言行有点监督。你是学生，可能不太明白，
到了社会就会知道的。我有点明白小光为什么对大人反感，一定是那种现在我什么都不说，将来就知道的态度给激怒了。我总觉得这样说话很不负责任，说的等于没说，像是不耐烦，可是又要和对方说话的感觉。既然说话的目的主要不是传达讯息的话，那就不要说话嘛。我要说这些话，要立即引起他的注意，和自己提及一些关于信任立场的话，可是又不能引起怀疑和反感。还是先问他的职业呢？你被出卖过吧？你以前的职业是？你被出卖过吧？会不会太直接啊？引起他的注意，或者是提及一些关于信任立场的话。我选这个好了。你被出卖过吧？我这样问会不会太直接呢？没有，男人瞪着我，然后才因为觉得不自然望向另一边，一定是在说谎。这时候我真的想拍桌指着他，大喊一句意义。他的眼光完全出卖了他。不，他的表情突然转回正常。在这游戏互相出卖，我当然试过被出卖，可是我持有的是白卡，机会多的是呢。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你快点做出决策吧。强迫我做出决策吗？那么我再说下去也是白费力气吧，还是先查看一下卡片的位置比较好。我望一望那个叫这个是酱吗的男人，应该不是酱，应该是也不是巧。再望一望我桌上的卡片，他原本是普通正常的表情转为微笑的样子，太古怪了，这卡片一定有古怪。我偷看了一下，左边的是信任，而右边的也是信任。搞什么？赌鬼大叔变成我的牌，现在居然玩换牌了。大叔们都爱这种游戏吗？那即是说我桌面两张也是信任，而他那边两张就是背叛。哎呀呀，他好像看到我的表情，怎么要这样生气呢？我可没有违反游戏规则，阿巴根本没说过不容许或容许什么的。过这一回合之后，我一定要找他算账。不行，这样还成得了游戏的？开牌吧。他看着我生气的样子，别浪费我的时间了。果然被背叛了。哦哟，我应该要投诉的啊。哎，没办法了。很好，他说道，虽然有点对不起，可是我有非赢不可的理由。要是输的代价是死的话，谁有非赢不可的理由啊？废话。他打开了背叛卡，我两张信任卡都打开了，可是我完全不想我完全不信任面前这个男人。现在我有100元飞进别人的口袋，感觉自己做了件蠢事，难道就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吗？没办法了，已经开牌了。谢了小朋友。阿巴进来，你这家伙实在太笨了，你应该先说服他，感动他，然后再查看卡片，这样才有机会使对方互相自愿的交换原本的卡片。喂，阿巴，输我也不想的呀。现在的金钱为200，总共8关，在进入第5关前你可以休息一下，带你到大厅休息吧。我来到大厅，这里空无一人，真令人失望。其他玩家呢？他们都去哪了？我有点失意，坐在座位上，很无聊，真的很无聊。难道我珍贵的休息时间还得奉承给阿巴？不过这样也好，现在休息时间可以让我好好想想，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看看我的手提电话，一对，我一直没有开电话。再看一看时间，已经12点了。怪不得这么饿，也怪不得没有人来找我。至少阿丽会传信息给我吧？为什么我在这里玩游戏啊？
现在不是上学期间吗？我应该是快乐无忧的上课去才对，为什么我得在这里玩游戏？见到阿丽，接着被老太婆摆了一道，她给了我游戏通行证，接着就是一回合的可爱女生。想着想着，不知道现在第一回合的女生怎么了，我从口袋中拿出游戏通行证，这东西还在，不知道又来干嘛。这就是一个没有目的的游戏啊，玩完之后又怎么样？我可以正常上学吗？可以赚钱吗？输了又怎样？会有危险吗？我根本不知道来这里的目的。哎，我发现这里不能接收讯号，怪不得电话没响。阿爸看着我拿着电话，原本正在跟一位长腿姐姐聊天的，突然看着我这边慢慢走近。别过来好吗？难得我有些自由的时间呢。阿爸在我的身边，要聊天吗？要问我什么关于游戏规则的问题吗？我唯一的问题就是你身边的那个长腿姐姐叫什么名字？这是敷衍，我完全没有意识地问了这个问题。他是第四位领路员，是，我也是不知道怎么念，他在最后一关呢，所以现在正闲着无事。哦，原来是阿四姐姐。阿爸看了一个。看了一下苦闷的样子，然后说道，要出去走走吗？原来可以的，我很高兴能够离开这个死地方，哪怕只有一阵子也好。当然可以，我帮你带路。现在应该怎么做呢？我的确很想出去走走，然后打电话给阿丽也好。向阿爸问，第一关的女生在哪？我不想要在意那个女生。我在现象机里看着副时辰的灯亮起，不知道那时辰是怎么做的。可惜我现在只是出去吃个饭，要是离开这里的话我会更高兴。而且我不停地提醒自己，我是应该要上学的。阿爸说道，一点前要回来这里，因为要开始第五回合了。行了行了，感觉就像上学一样，现在是午膳时间什么的。升降机来到了地下，门一开，又是那个亲切的装饰品。好好保护那通行证，还有尽快回来。阿爸说道，见的时候出示通行证就可以了。我从大厦大堂正想离开，正当取出我的手机，收到阿丽的短讯，对不起，就这么一句令人很在意又匪夷所思的话，我马上打给他。却没人接听，他为什么要道歉呢？跟这个游戏有关吗？有预感，一切的问题，当我到了第八回合，便能解答，还是赶快吃点什么就回来吧。我到了惯常跟阿丽一起吃饭的餐厅，他那个莫名其妙的讯息还是让我很在意。平常跟阿丽出门都不带银包的，现在他不在这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身无分文。算了，还是饿着回去吧。我回到了大厦，终于见到了能堂上话的人阿巴。要是这样的话，我出去外面又有什么意思呢？既不能填饱肚子，除了收到奇怪的讯息之外，一点意义都没有。阿巴在大厅的大堂，然后帮我拉门。小仙，这么快就回来了。一直跟阿巴闲聊，终于熬过无聊的时间。现在已经是12:55了。你准备好了吧？阿巴说道，要去第五关哦。阿巴再次带我到那不通往游戏场所的升降机。我已经没有闲心观察身边的事情了，只是看着升降机由零到十到负十。我把通信卡插入卡槽。啊，门开了，开始下一关吧。我和阿爸一起进入房间，这是一个小小的正方形，房间里有一张四方形的桌子和四张椅子。我想这一关将有四个玩家同时进行吧。我再细心的留意一下，原来房间的设计有点特别，桌面的四面也被玻璃的隔开，
我想这是一个隔音装置吧。我脑海里出现了这里的平面图。再看一下玻璃幕的另外几面也各有一道门，这令我更肯定的是四个玩家同时进行游戏。我对对面的一个西装笔挺的男人进来，他挂着的蓝牙兔体锁发出的光看起来很刺眼，就像普遍街上的大叔。他向我挥手微笑，真是恶心，最讨厌这种大人了。然后我的斜对面也有一个女人进来，瞥了一下，她看起来30多岁，有种阴沉的气质。啊，原来我的侧面也有一位男玩家，是个男的，很年轻，看起来大约20多岁吧。他进来的时候完全听不见开门声，看来这四边的设计是完全隔音的。我留意到他们身边也有相应的领路者。说起来，怎么这个游戏女生这么少啊？恭喜大家来到第五回合。在第五至第七回合，大家要好好相处。一悦耳的广播女声传出，听起来是一定是一个美人。这三个回合的游戏方式跟四个回合有点不同，是以对峙的形式进行。当听着对峙二字，我很自然的偷望一下身边的人，想不到我身边的人，新庄先生跟我四目相视，他还脸不改容的向大家挥手。大概他察觉到护士的时候，我紧张了一下吧。而女士则表现着忧伤，那是为什么呢？她看起来情绪不稳定。另一位男人，面无表情，可是他看起来很英俊。现在我将介绍一下本回合的游戏规则。相信经过四回合，大家对于信任和背叛的卡片也绝不陌生。互相信任的话，大家就可以创造和取得共同的利益，双方也取得了100。在这个回合取得将会是这种白色的指示物，和这代表的金钱上的正值。这时候阿爸和其他玩家的领路者也举出了一枚珍珠白的像硬币大小的东西出来，然后广播的女生再道，互相背叛的话，双方也不会得到任何意义，双方将不会得到任何的指示物。一信任一背叛的话，信任的一方因为被背叛了而必须将创造出来的金钱，也就是这白色的指示物给予对方。如果信任的一方本来就没有白色的指示物的话，就会取得一枚红色的指示物来代表副职。阿爸和其他的领路者举出一枚红色的硬币，不过要是你取出两张信任卡，而对方是一张背叛卡的时候，对方的背叛会被你的信任而感动，这个情况会与互相信任的结果相同，只是说两方的信任和背叛的双方也可以取得正直的指示物。另外在这个回合，一枚正直的指示物会和负值的指示物互相抵消，当这个回合结束时会清算各玩家的指示物的数量，只要拥有正值指示物的玩家，在此回合就会增加100元。没有指示物的玩家将不会有金钱上的增长，拥有负指示物的玩家就会扣除100元。另外，正值的指示物不能转让，不能以信任与背叛的方式来获取金钱。到这里，一切还是闲钱一动啊。首先，你们会两个人一组，每一组将派发6张信任以及2张背叛卡。我会以分组的游戏教你们分组，每组会有一个队长，他是队长跟伙伴，会先讨论先行的玩家向我们申请取几多张卡或是卡的种类。队长会向我们取得所需的卡片，为剩余的卡的数量必须可以继续进行游戏。
换句话说，原本有八张卡，第一次申请的卡的总数不可以超过五张，剩余的卡为三张或以上。然后各组的队长和队长进行一次的信任与背叛，伙伴对上伙伴的话，则是，我看一下，接着再进行申请的程序。当然，申请的卡的总数不可以上限。第二次必须剩余两张以上，第三次剩余一张或以上，最后剩余的卡将会全部作废。我觉得有点复杂，可能要稍微再看一次，然后再各自进行一次信任与背叛。要记住，这回合的游戏是淘汰制的，我们会淘汰最少只是5的玩家，只有3位玩家才能进入第六回合。不只是物，只是物相同，淘汰者会由游戏设计者因应你们的表现而决定。这跟之前完全不一样啊！广播的声音停顿了几秒，再问大家，有没有不明白的地方？我还是有点不明白，再看一次。吧，就明白吧。现在便要决定组别的先后了。我们所决定的方式是剪刀石头布的衍生游戏石头和布。大家都有这种童年的经验吧，在人数多的时候会以石头和布较少数的一部分的人离开，以便缩减至若干人数。现在你们每个人手上也会有两张卡，一张是石头，一张是布。而展开小数的种类的玩家便会将会成为那个队友，应该算是队友啊。当决定了队友之后，剩余的两位队长会再进行一次的剪刀石头布，胜出者便可以选择与哪位玩家为一组。我接过卡牌，是画有石头和布的卡片。请各位开始吧，广播的主持人说道。我捉紧手上的两张卡，我想我大约明白这游戏的玩法吧。利达有着巨大的优势，首场的队长的人可以任取卡片，只是说限制同伴一定要成为队长。要是我是伙伴的话，是取卡前有讨论的时间，我没有把握可以说服他。不会有人绝对有把握去说服同伴的吧？说实在，现在我和大家抽的卡片，某种程度上是随机决策的吧。我在游戏中有优势和劣势，先后攻的次序也是随机的，是这样吧？请将决定好的卡片放在桌上，广播者说道。石头跟布啊，选择布好了。我选择了布，男人选择了石头，女人也是选择了石头，帅哥选择了布，那即是说势均力敌呢。没关系，还好不是马上被淘汰，我还是有机会成为队长的啊。一样。我看一下，我选择布，石头。我成为了布。我也成为了后宫呢，跟帅哥一样，即是说他就是我将来面对的对手了，我要和他正面交锋。那一男一女成为了队长，我看见他们的领路者分别配上多一张卡。肯定就是剪刀吧。说真的，我不太希望跟男人一组。看他经常咧嘴而笑，就看得出他本人一定是个自大和自以为是的人。虽然没理据，哈哈。他们似乎在互相决斗。算了，反正跟我无关吧。我等结果之后，我思索一下有关这游戏的事情还好。这游戏的目的是淘汰其中一个玩家，可是主持人却没有说，要是大家也有相同的指示物的时候的流程。
是在进行多一次游戏吗？还是之后再有对策？队长和伙伴的最大差别是在于第一轮的取卡吧。那是因为新增的一项游戏规则是两张信任卡和一张背叛卡。这情况将与互相信任相同，因为真切的信任能感动到对方的背叛。这是什么烂设计啊？在现实上，利益的诱惑总是会盖过信任。即使真切的信任能感动人心，对方根本不会知道大家的信任是否真切。新增的游戏规则后，只要有不确认的情况，就出两张信任卡就好。这样便有机会出现双方同时展示两张的信任卡了。哎，这时候大家就会想，浪费了一张卡呢。要是可以明确知道对方的意向真好。毕竟，至今第五回合，我也开始明白这个游戏的意义了。像经济学嘛，个人的最大利益不会是团体，社会的最大利益，所以才需要社会的最大得益，所以才需要契约还是中间人之类的去统筹资源分配吧。回想一下以前，其实大家选择背叛也是不无道理的。选择信任的话，要么加钱，要么扣钱；选择背叛的话，要么加钱，要么不变。但从结果来看，背叛的选择必定优于信任的。加了那样选项之后，两信任是必然加钱的。那两信任便优于任何选择。我没记错的话，在卡库中每一组也有六张信任和两张背叛。我想还是不太明白游戏怎么样进行。算啦，既然知则安之，不要紧的，还有跟同伴的讨论时间嘛。在流程上是先讨论，然后取得共识，最后才取卡的。女主持人在广播说道，胜者是 Donna， 她选了我会念的同伴，主编已经决定了，分别是陈小姐和小宪，之后那两位是一组。结果那个陈先生啊，陈小姐，结果那个男生还是选择了我。各位请留意注意一下的事项，我果然要跟那个看起来令人不爽的男人成为伙伴呢。请大家尝试和自己组别的同伴说话吧。陈先生说道，你的名字是小宪呐，真是特别呢。称呼一个罢了。我的回应表示了这里的隔音是可以改变的。我问道，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听着我们说话呢？我也不知道，可以测试一下。陈先生如此答道。我猜他们待会会提及这方面的。既然他这样说，我也保持沉默吧。他说甚至测试员，难道真的要我大喊一声吗？才不会做这种蠢事。现在换你在你的对手，主持人说道。我见到陈先生还在跟我说话的，可是我已经听不见他的声音了。你好啊，我现在是在跟比利帅哥谈话的时候，这时候和同伴那边是隔音的吧？比利回答，我想是的，毕竟我们刚才也听不见对方和同伴的谈话内容，这时候我们该怎么接应呢？这个好了，这回合就拜托你了。我如此说着，他看起来是个很可靠的人，我看出比利在苦笑。怎么能直接跟一个素面谋生的人要求对方协助你呢？因为你看起来很可靠嘛。我回应，是我直接，你这样的直接的说，下一回合大家互相信，是没分别的吧？你说道，既不会增加我的选择的可能性，也不会令我觉得增加你选择信任的可能。我这样一听，开始变紧张了起来。他说的对，我这样的确
跟直接说大家回合要互相信任是没有分别的。你以为你是女生吗？ B 再道，还是以为这样很可爱？太过分了，怎能这样说啊，只是一句话而已嘛，不喜欢就不要听，无意图为自己找个台阶下。啊，也对呢， B 说道。接着我们陷入沉默。哎呀，我想接着跟他建立互信的关系相当困难。啊，对了，我其实想不到说什么的，只是单纯打开话匣子，可是B却微笑着说，食指放在耳边，一脸隔着玻璃听不见我在说些什么的样子。主持人说道，相信大家也注意到了，这里的隔音会因应游戏的阶段而改变。当你和你的同伴商量时，你和你的对手那边会被隔音；当你和你的对手沟通时，你和你的同伴那边会被隔音。我在脑海里想到一个画面 ：A 是我 ，B 是 Billy， C 是陈先生，D 是Donna。白色指的是伙伴，黑色指的是队长。刚才我跟陈先生对话的时候便会是这样的，绿色可以通话，红色则是隔音。而刚才我跟 B 对话的时候便会是这样，看一下再简单重复一次流程，同伴双方共事，接着先行的玩家向我们取卡，只要推开门出去就可以了。像推开门出去的时候，隔音方向会转变，这时候和对方交涉做出决定。主持人说道，那么游戏正式开始。没错，第五回合现在才开始，怎么我的感觉却像是过了很久似的。现在房间里只有我们四个人，我的同伴陈先生，我的对手 Billy，还有一位忧郁的女人，Donna。这个时候的情况是这样的，陈先生 Donna 背面的墙亮起一枚白灯，正在灰色的墙格外的显眼，而只有 Billy 跟我的背面没有亮起。这个灯的部分看起来像是黑色一样的暗，我想这应该是代表了我和 Billy 就是黑卡吧。我面对着陈先生，我只能说，我希望他那充满违和感只是我的错觉，而不是有着什么阴谋。我应该想一下，或者说开始计划一下，万一出现了最坏的情况，我该如何打算，或者是说我该怎么说服陈先生呢？对了，游戏开始了吧？他抢先说话了。陈先生微笑着，你看起来很不安嘛。没错，我很紧张，我该怎么回应呢？没办法，我很紧张，我大方的答道，明明紧张的人应该说不出我很紧张这种话吧。为什么很紧张呢？陈先生是在套我的话，毕竟游戏玩法不同的，比如说要向同伴商量啊，就像一关要面对很多玩家的样子。你这样答道，不知道他会怎么说呢。啊，也是呢，我也很紧张，陈先生再次展露微笑。小仙啊，你对我取卡的数量有什么建议呢？我应该怎么说呢？我只是不希望他取五张信任卡而已，我倒没有想过对他取卡做出什么建议呢。这有三个选项，你有什么计划吗？比如说背叛还是信任？两张信任卡，一张背叛卡，这样你可以因应你的对手的交谈而随意选择。问这个好了。说真的，我还在考虑中，你有什么看法吗？陈先生反问。这个我不能打自全你的胜利耶，我们四个人之中必须有一个人被淘汰。他刚才看起来真的是一个思考的样子吗？他真的是在问我的意见吗？没人会希望自己被淘汰的。我也是，我如实回答。
可是我并不认为我能左右你的决定来达成我不被淘汰的结果。陈先生似乎很满意我的回答。哦，真是善良的人呢。没什么善不善良的，只是即使自私也用不着表达吧。我如此的说道，希望他别觉得我是个虚伪的人就是。陈先生再说，那你只是说对我取什么卡也没有意见吧。可是这样的话，我其实没有什么想法。陈先生问答，那你只是说对于我取什么卡也没有意见吧。是的，我如此说道。的确，我对于他取的卡真的没有意见，毕竟要是他背叛我的话，无论我说什么话他也会背叛我，这根本就是改变不了。我已经预计他选的是五张信任卡了，换句话说，我只会剩下一张信任和两张背叛。他去了取卡，门一直关上，很紧张，心跳得好快，好像门会随时打开一样。嗨，弟弟说话了，原来这个时候的隔音已经变成这种情况。我怕我忘记，再想一次。A 是我 ，B 是 Billy，C 是陈先生 ，D 是 Donna。OK， 我觉得有点复杂。这时候我们什么影响不了结果呢？Billy答道：“对吗？就聊天就好了，反正对面发生的事实我们改变不了吧。”我指着他面对的灯说道：“你是黑卡对吧？”那即是说你是小光所演的黑卡哥哥吧。他看看我的背后的灯说，对啊，我便是黑卡哥哥了。我不懂怎么回答才好，感觉像话题已经结束了，还是我应该是找小光来做话题呢？除了这样，我已经不知道怎样才能引起他的注意，却不说错话了。既然小光说他是黑卡哥哥，他应该对小光也有点好感或是同情吧。小光有点变态呢，说道。对啊，的确有点，他很信任我们呢。我刚才在那个回答鼓起勇气跟他说要成为他的哥哥了，他似乎真的很高兴。哈，那你一定要胜出哦，莉莉说着。我第一次听到说哦这个字。这时候我眼角瞥见到门在动，那是陈先生，他回来了。陈先生向我挥手，他似乎已经取完卡了。喂，我试着说话，可是他看不见，应该隔音没有变吧。他手上没拿着卡，他不是应该去取卡了吗？这时候广播的女生说道，你选择的卡将会在你的桌边卡槽送出。我立即看一下自己的桌子，怪不得这样的厚，原来有一个这样的卡槽呢。笨蛋，既然有卡槽，为什么不弄个按钮选择自己要挤多张卡呢？我继续看着陈先生和 Donna， 他和他的表现也很冷静。将你们所选择的卡版面放在桌上吧，广播女生说道。 Donna 先将一张卡放在桌上，陈先生也将一张卡放在桌上。打开吧， Donna 打开的是信任，而陈先生打开的是背叛。陈先生背叛了 Donna， Donna 整个人颤抖了一下，他没有特别太大的动作，甚至身体也没有倾前，只是将眼睛睁大。他诉说着，我被背叛了吗？虽然他没有大动作，可是我还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身后已各自有人推门进入了呢。陈先生的领路将一枚白色的硬币放在陈先生的桌上，另一位已将红色的硬币放在东南的身的桌上。而他们刚才所发的卡也被领路者给收回了。我再看看陈先生，表情跟之前一样吗？东南，他在哭，他在哭泣。怎么看起来还真的很像 Donna 被陈先生背叛了。其实想起来也是有理由的，要是 Donna 和陈先生随分一方被背叛的话，必然会选择两张信任卡的。
这可是游戏制度呢，他们一定是在之前经历了什么协议，才会让多娜轻易的相信他。陈先生看到多娜哭了起来，居然开始笑起来了，随手拿起右耳的蓝牙耳机然后扔掉。虽然我听不到陈先生那边的声音，但我仿佛听见耳机掉落的声音。真是卑鄙。Billy 用平淡的语气说着，我看 Billy 的脸，他还在说话的，可是我已经听不见了。好，那我们这次先玩到这里好了，因为这个游戏好像还要持续很久，那我们就直接存档吧，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大家拜拜。